好的，感谢大家收看凤凰网游戏杯，感谢凤凰网对这个比赛赞助。这个是第85周的海选赛，对阵双方是药王 Hopstar 对阵邦博陆离。我会介绍选手的呀，你们不要着急啊。邦博陆离，呵呵。安导让我的，啊，你们太客气了，他不会哭的，他真的没哭，你们不用这么说的，而且刚才他爷爷玩的，怎么又退了？什么梗？他可能觉得有 lag，然后就转播我了，有可能。这个出生点的话，要玩是。啊，他是顺时针，他怎么会顺时针呢？烫到了对方的出生点。彩色来了，彩色，你昨晚没睡吗？你今天、明天该夺冠了，你通宵了，因为看一下这个四神要不要卡一下位，回来卡位，回来卡位，哎呀，好坏，看一下药王的卡位，来自南京的卡位，哎呀，他插不进队呀、啊。看来他还是挤的扫地铁，南京的地铁不挤，所以他缺少插队的经验。来个北京什么一哥之类的，分分钟插的你动都动不了。啊，太年轻了。刚才邦博陆离也是用了一个紧贴着对方的一个阵型，打了个抗魔腰带。前期的话，林州勇这个宝物。快跑，快跑！该死农民了。刚才步兵没有拉下来啊，是个失误啊，要死三个农民。哇，这也行，不过还是要死，有骷髅，有骷髅，我觉得反补了吧，反补了。他死已经是时间的问题了。哦。他们要死四个，五个，死五个，这好伤啊！你看骷髅再进去再摸一个，哎呀，亏出翔了，死了五个。邦博前期没有拉步兵来练吗？感觉练的效率好慢啊！他早点回去的话，不用死那么多。翔都亏出来了，前期大法师是一本力量之书。怎么办呢？好亏，木头很缺，钱也很缺，这个卖了，换一双鞋子吧，缺钱。又是个骷髅。准备要开矿了，感觉开了，再不开就崩了。木头已经攒够了木头，而且家里有个圣塔。这波药王的兵还是蛮多的，蜘蛛也运了个骷髅棒过来。这个是新鲜出炉空运过来的一根骷髅棒。这么早就开挂了，看一下 DK 的魔法还有很多魔法。还有很多血量，不慌，抢挂了准备一发 C，再一个补刀没补，再来一发 C，这样练很亏啊！啊，
哎呀，肯定能抢到了！你这样搞，平民都变回农民了。哇，这骷髅把大法师给围住了。好，破口，这好伤啊！最后一个又被抢，练了五个怪，药王抢了三个怪，五个抢了三个，还抢了本书。追不上，大法师还是有点危险。哎，你别跑了，够了，跑回来，这里又拉了三个民兵。A 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A town is 跑啊跑啊，快跑！哎呦，这骷髅棒，这波药王的骚扰。简直玩到了极致，不能再爽了，不能再成功了这一波骚扰。其实我觉得前期主要还是民兵拉少了，还有那个步兵没有去练那个点，导致他在前期死了太多农民，然后在开封矿的时候，他那个兵力有点不太充足，有种蝴蝶效应的感觉。想围，怕被围，所以没有继续打。矿肯定是要开的，你不开矿你没法打，不可能不开矿。冲，围他 ！DK 还有一发 C，H 来了 ，Walk。这是赖在这不走了，准备一发 C， 大法师也要跑，赶紧跑！大法师也怕被一发 C 给带走。这个利奇是学诺瓦的 ，DK 又有一发 C 了，所以先把这个给用了。等下万一不小心死了怎么办呢？塔呀，赶紧补塔！这大法师很猥琐，特别猥琐，追不上了。哎，你的步兵不卡位？哎呀，三级 DK 啦！大法师见光死，哦，死不了。大法师还有200点血，一发 C 只能140点。就直接踢过来了，这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有没有 N 上就死了？没有 N， 这怎么办啊？有高达，但是没有科技，没有兵力，这好难受啊！塔都造不好啦！一般你这种扫塔的人族一定要兵多，就像那种买了很多雇佣兵，或者是基本出了很多顶盾步兵之类的。哎，死了！完蛋了！这拆掉一根是没有意义的呀。药王强势晋级了，感觉要打得好轻松啊，打得很霸气，就有种当年 S 级杀手那种感觉，打得好凶，斑驳也不菜，斑驳真的不菜，被压得这么惨。UD 就是药王 ，Hope Star， 以前银狐战队的。他在大保健之余、推油之余，还能来参加一下比赛，已经算是很难得了。
买出了大法师，想运回来，蜘蛛应该是没有网了吧？但你运回来有什么用？躲！哎呀，先打飞艇，机智的药王，哇啊！查一下，查一下，快跑！哎呀，打爆了！大法师怎么办？有个回城，你还想造塔？这种情况你怎么可能让你塔给造起来啊？我觉得聪明的人族已经离开游戏了，真的，已经没什么意义了，垂死挣扎。刚才是一发超远距离的，GG，恭喜逍遥王也是轻松的又带走了一个人族。